我们这24匹马是我们牧场之前放到胭脂山去放养的，这两天一直在下雪，大雪封山了，所以说把他们全部都弄回来了。其中有8匹是盎格鲁，2匹是阿尔洛夫，剩下全都不全部全部都是半雪的阿拉伯。开脚，24个，撒出去的这些，他过来找他同伙来了，因为在一起放的有感情呀。大家看到没？大哥现在在套的这个142这个马，就是阿尔罗夫，他是俄罗斯马跟波兰马的杂交，耐力特别好。喂，你干我什么？你看，剩下这些都是7、8个月的小马，都跟着他妈妈，都跟着他们的妈妈，在那个胭脂山在放养。你这么美丽，美丽，啊！你这一把我感觉你把头都太拉短了。咋可能呢？不知道，不走，对。对，这是喝啥会呀？走，对。拉起一个手，来，那是带人了，咋会跳的？快！